我因为我家最小，我永远是排在最前面那个油桶盖上面那个，然后再就我爸、我哥、我姐，然后最后我妈，一台野狼载五个人，对，永远都记得那个画面，对，那这是我觉得我们一家人最温馨的时刻吧，就像个全家福的照片，你脑海里会永远记得那个机车，五贴的过程啊，那你永远记得每次吃饭的时候家里的生活啊，对啊。我坦白说，我真的只会觉得 我什么都不会讲，只会讲谢谢。谢谢他给我一个机会，谢谢他们用他们生命换给我，给我该做的一切。如果他们如果真的出现了，我只会抱着他们说我爱你而已。其实我只差跟他们说我爱你而已。